找不到，我到不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也掉棒了，蓝队这边。我觉得你们接力不 OK， 就几乎是每一棒都不 OK。全明星四翁子曼接力重摔滚地，前几连垮，几乎每棒都不 OK。为什么会输？输的感觉是什么？要记住输的感觉，你们才会想要赢。全明星四首次三队互斗，在毽球、标枪、男女混合800公尺大队接力项目，蓝红黄各边拿下一座奖杯。大师兄林志胜则把 MVP 颁给黄队郑敬欣。不过啊，接力赛中蓝队出现掉棒失误，让前姐说出重话。加油！终于脚板给翁子曼，加油！他们要追上去了，越来越接近了。我要加油！在中路圈的时候超越过蓝队。我找不到，我到不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也掉棒了，蓝队这边。哇！在领先的位置。所以这掉棒必须谁掉谁捡啊，不能够前棒的前面人去捡。而且要来到关键的地方。一收割，一收割。好，一收割。到了您的强盗。李宇舒破大会进入的百米冲刺的最快语，最速女交棒给郑义翔，准备冲出去了。蓝队其实也没有落后很多，哇，接棒很不顺啊，接了半天，蓝队才把棒子交给男孙子贤。这个东西还要再练练。黄队在那个最速男的带领之下，现在已经把整个距离拉开，交给了郑义翔。现在已经到了。也通过终点，蓝队林辉煌通过终点，在田径800公尺混合接力获胜的是黄队，我们第一胜，这种队史的第一胜，对不对？刚刚看不到破尾灯，刚刚在我们那个接棒区，蓝队发生了跌倒问题，然后荣就回头了，脚怎么了？刚好在那时候，可能要接给他的时候，觉得要接到了，可是。刚好是往前的力量已经很多了，所以那时候就扑空，所以就翻了一下，然后就自己也有吓一跳。未来就是等于是我们可以汲取这件事情，然后希望自己大家都可以更加油，然后我们可以相信未来可以培养更好的默契。准备的时候，然后姐姐还慢，但是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已经冲了。我觉得你们接力。不 OK， 就几乎是每一棒都不 OK， 几乎。当然，我觉得现场条件可能跟我们练习有差距，可是看起来就非常不顺。嗯，对，非常不顺。我跟他们讲说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输，可是今天全部都是在于接棒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并没有很沉浸在自己的那个比赛的节奏里面，非常的慌乱，所以我是比较有一点严厉告诉他们，我觉得我不是很满意。要记住输的感觉，你们才会想要赢。